咱中间，享受快乐，予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搁来。万圣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万圣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最好解使者是普世的，不计阮的本地，认同所有的住民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来成做毋盲的记号。